我人生中最大的秘密是我15岁时有个女朋友。我继父是非常虔诚的教徒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保守的小社区。我在那儿必须隐藏真实的自我，我需要逃离，所以打了几份工，攒钱去一个大一点的城市上大学。在那儿我可以做我自己，但是没有任何支持，一贫如洗，挣扎不休。后来我遇到了许多其他彩虹青年，他们也因背井离乡而挣扎，找到这个新社群让我如获新生，我平生第一次有了归属。虽然我无法回家，但在我创建的社群里，我们无条件地互相支持，真实自我。如今我们不再孤独。